各位前贤，大家早安。大学有一句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进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之终止，降世于人世间。那么，这个是人世间的一种福报。我们人何德何能能够修道，何德何能又能够得道？在这么多累劫累世的变化之中，我们做过了太多太多的这种恶端邪说，甚至呢恶行的恶状，以至于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没有办法跳出来，也不晓得怎么跳出来，甚至呢根本否认有六道轮回这种事情。那么如果说中国人对于道的理念他是有悟通的话，那么中国人他所讲的道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在每一个时空之下，每一个角落之中。那你不管各家各派，有的偏于一见，有的偏于一种修法，但是呢主要的这些思想啊，它都是指出人的根本。所以中国人主要的这三股思想就是儒释道，成为中国人生活里面密不可分的一种指导原则。不管是修儒、修道、修这个佛，那么呢，都是在中国文化里面。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道。那么在不是主要的这些学术里面呢，那它也是称道。但是呢，我们就不得不区分，有所谓的小道，有所谓的大道。《论语》里面讲，虽小道亦有可观呐，自远恐逆啊。虽然是小道，但是呢，它也有它可观的一面，可以吸引人的一面，可以幸福人的一面。但是呢，所谓的自远恐逆啊，就是说你沉浸在那里越久，你就泥沼在那里，焦灼在那里越久，越没有办法超脱。所以为什么要回小向大？毕竟小道呢，它不是我们人生的究竟，整个宇宙生命的源头它不能够指出来。那所以只有经过大道才能够指出这么一条路。今天天恩师的传下道之宗旨，也是要告诉我们这一条大道，本末终始的大道。人呢按照这些本末终始来按图所记啊，那么总会有近道的一天。那接近道，可见呢它还不是道。那接近道已经不简单了，你可以接近道，然后呢踏上这个登堂入室的一种堂奥，然后呢你就成为圣贤
成为佛菩萨。所以说这一条路呢，说难不难，说简单又不简单了。我们看看世间苦难的源头是怎么来的。好，最大的源头莫过于人的迷惑，人迷了，迷了呢，把这里当作是家，把这个肉身当作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真的，结果呢，让自己在这个好像真的的假象之中啊，迷昧不堪啊，胡作非为。结果呢，越是做作，越是沉沦，永无出奇啊。人的起心动念呢，不是业就是罪，因为呢，都是迷惑的一个开端啊。那么所作所为既然都是迷惑，他所受的这些生活、这些境界、这些果报，当然就是苦果。所以祸业苦，祸业苦，这个是一个相循的一个轮回啊。人就在迷惑、造业、受苦之中啊，不断的在轮回。那么我们放弃了古代圣人佛菩萨所留下来的这些原理原则，然后被物欲所蒙蔽，被各种世间的知见所障碍，被这种科技的形象啊给诱惑了，造成今天苦难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更不晓得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的老家在哪里，完全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道之宗旨出现在人世间的原因。那么我们必须要清楚，古大德这些圣贤菩萨，他早就用各种方法来告诉人们，只是呢，道啊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可以来接受大道，那么来修持大道，结果呢就回归大道。但道在隐的时候呢，也只能够默默的进行，道是没有断绝过的，只是显隐的不同。那么我们必须了解到，今天为什么会有大道普降在人世间，那是因为整个人都已经迷惑了。你做老祖宗的这些规则、这些道理，人们已经把它抛诸脑后，甚至不承认它，要把它丢得远远的，被称为封建思想，被称为了现在思潮的一种障碍。那我们知道，现在还是有一群人，他接受了这种有志之士的指导，知道说呢，我们老祖宗留下了这样一个丰富的财产给我们，那个财产呢，是无限的能量，无限的精神，无限宽广的视野。但是呢，你必须用心、用方法，你必须呢努力修持，去得到它。所以呢，
你要得到它，你第一个步骤，你必须呢放下你的自见，放下你对于这些境界，对于眼前的这些生活是认为是真的这种想法。哦，也就是迷的观念，你必须把它放下。迷跟悟总是在一念之间的，但是呢，迷总是呢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悟了，可是呢不久这个迷又来了，这个迷又来了，我们又忘记了悟的境界。哦，什么时候呢，我们读到一本书，我们发生一点事件，或者是说受到各种挫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哦，有一点启发了，准备呢要开始好好的来例行人生之道，哦，走向圣贤之路。但是呢，因为累劫的习气积得太久了，以至于造成我们随时会忘记我们的那种悟境。哦，那种悟境呢，变成一种向往，变成一种理想，不能够付诸实践。那人呢，终于在这种惰性，在这种习性的因循苟且之下，渐渐的被境界、被物欲所蒙蔽。所以古大德都教人放下。哦，道之宗旨也是要教人放下。啊，但是道之宗旨，它是先佛应着现代的人心所批示下来的。内容呢，完全是中国文化的思想，不离儒释道。而且呢，主要呢还是以儒家为思想的诉求。儒家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君子务本，哦，本立而道生。所以呢，它的前提是君子啊。佛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要是善男子、善女人，你来修学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成就啊。那儒家讲君子啊，你君子要务本，小人务本还不够啊。我们没有听说过小人可以务本的。那我们所以君子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说我们人起码要做到君子。儒家告诉我们，你看在我们道上，老前人、前人他所期盼的我们的这种修行，起码要达到君子的标准。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呢，那么你这个悟本功夫是假的。人家说悟后起修，你没有悟怎么会起修呢？哦，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你根本不是真人啊，你怎么会有真知呢？更不用说真行啊。所以人是那个根本，人的那个源头是心，心是人的根本。所以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贤，那是我们主要的基础。那么你会问，那君子要怎么做呢？君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按照古大德的标准，那就是呢，一个君子啊，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啊，这样才符合一个叫君子的标准。那你说君子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那所以君子还有起心动念哦？对，君子还有起心动念，而且儒家允许这样的起心动念。
人来到人世间，他用肉体的方现呈现出生命的状态。当他用这个肉体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有起心动念，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起心动念是没有错，但是呢，你要把起心动念都回归到自信这一点，那就对了。自信是善的，那么你的起心动念是善的，善的都是为别人，从来不为自己。只要有为自己的那一点点的私心啊，那都是恶的。所以君子务本，务什么？务这个至善之本，自性之本。所以自性是我们的本性，自性不是我们的习性。那我们为什么说不说一个人做到善人就好了呢？为什么要达到君子呢？那君子跟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儒家呢，大致把人分成这几个人的这种等级啊，圣人、贤人、君子、善人，那个贫人啊，贫人就是庸人，一般的人，再来呢就是恶人，再来就是小人，大概有这些等级的上的分法。那么在我们的道之宗旨里面呢，我们暂且不去分析这些人的等级，我们呢基本的理论就是要站在君子的层次，也只有站在君子的层次，那么你才可以说你准备要修行。各位听清楚了，你是准备要修行，你不是在修行。君子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所以呢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大众着想。所以君子务本，本是我们自信的良知良能，是至善的。所以善是我们这个自信而发。那你又要问呢，可是这个本性是善的，也有人说本性是恶的，也有人说是善恶相杂的，也有人说可善可恶的，那你到底是遵循哪一个啊？这个是孔子说的大哉问啊。但是呢，孔子并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只是我们后来的人会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呢，在孔子眼中根本不是问题，在孟子眼中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说止于至善，至善就是那个我们的本来的自信。我们这些道德礼义的发端啊，都是至善的。那你说那恶的是怎么回事啊？恶的是我们的习性。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人他的源头啊，性是本善的。所以性当我们落到这个生命的状态，人的状态的时候，他有一个心的造显，他心所做出来的也都是善的。所以这个善的就是君子的本色。但是后来心会变化，心不是直接依照性的一个驱动，它会受到外界的染着，外界的诱惑，结果呢
这个心啊，有时候变成善的，有时候变成恶的，所以他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有时候是可善的，有时候是可恶的，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会变恶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本心本性，那个是习性。习性呢，是从我们来到人世间之后学习来的，养成的啊。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习性，这个习性依照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他所接触的人事物不同，所以呢，养成了这些习性。我们说个性啊，这个人很有个性哦，这个人这个很酷啊，这个呢都是他的习性。那这个习性呢，不是我们的本性，本性不会耍酷，本性是纯然至善，本性不会一下子善一下子恶啊。哦，所以我们了解到君子的本色，那是那种本善的本色。所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君子还有可能会变成善人，有可能会变成恶人，是因为呢，他这个本啊，还没有完全的抓牢，完全的认清楚。我们说还没有完全悟啊，还有一些迷，没有办法完全放下。哦，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哦，或者说求其放心，那放下的心，那就是呢，回归本来面目。哦，就是本立了，本立你才有道生啊，本立呢，你才能够跟那个无形的接上线。哦，我们这个有用的肉身是有限的，它会成住坏空，生灭变异，哦，它会生老病死，所以呢，这个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性，它可以是无限的，哦，尤其是那个本善的性，如果说我们能够从透过心去证到那个本性啊，那么我们可以跟无限的去接洽起来。那我用无限的接洽起来，我们就可以不用死，我们不用老，我们不用病，我们没有这些烦恼。你看现在的苦多不多，现在的病多不多，现在的难多不多，多啊。那这些苦，这些病，这些难，谁能够帮助他们吗？我们知道西医已经走到瓶颈了，因为呢，他动不动呢就是把你切除掉，你就没事了。对，你把那个现象切除掉了，哦，你把这个疼痛的原因呢，用药呢把它止住掉了，但是呢，它为什么会疼痛？为什么会发炎？为什么会有肿瘤？这个西医呢，没有办法去探究。那没有办法探究，他就把现象割除就好了。你这个肿瘤好，割掉；你这里发炎好，让你消炎；你这里疼痛好，让你止痛。没事了，没事了。可是呢，那病灶还在啊。啊，你的脾气毛病，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些贪嗔痴爱都还在，内在的贪嗔痴爱，外在的五欲六尘，结果呢，两相结合之下，你的病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折磨你。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一割掉就没事了呢？割掉没事了，那表示呢，这个人呢有所警惕了，他不可以再贪嗔吃饭了。哦，他不可以再造这些五欲六尘的，他要回归自然啊。
哦，他要追求简单啊，这个呢是一个人大病之后有可能的觉悟啊，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不会再发病了，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看，回归自然，那人的自然生活是什么？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回归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就是人的自然生活。哦，所谓的君臣有义，哦，五伦，所谓的这个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活。哦，你不是回去住在树林里面，那个叫做自然生活，不是啊，这个差太多了。你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你的生活上回归自然，然后你对于父母亲，你要做到孝顺之道。哦，对于兄弟姐妹，你要做到悌道。哦，凡是我的长辈的，你要做到恭顺之道。哦，对于我的这个晚辈的慈爱之道。哦，在公司行号里面，你的团队里面有老板，有上司，有您的主管，有这些员工，那么你对上司要讲忠啊，要尽忠啊。哦，那老板对员工呢，要讲理，要讲人。哦，这样员工呢才能够尽忠尽义。这个是回归自然啊。今天谁能够懂自然之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看，你跟员工之间那是朋友关系，同侪关系，哦，那个同学的关系，这个同啊，同就是所谓的朋友之道了，哦，跟长幼就是兄弟，兄弟在家族里面有兄弟，在外面也有兄弟啊，哦，年纪长的可能就是我的兄弟，年纪比较小的就是我的兄弟，都是兄弟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你能不能用剃道来对待他们呢？你把剃道流露出来了，你就是回归自然之道了。大家身处在这个自然环境之中，这个社会哪有不和谐的呢？社会和谐了，国家自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怎么会有天灾地变呢？啊，所以天灾地变怎么来的？都是人心变化而来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人心的，大自然不会无缘无故造一个灾难给你。你说那个是自然现象啊，这哪有什么跟人什么关系啊？你看我们古时候的人，哦，那些县长，那些做高官的、做皇帝的，发生天灾地变了，都把这种责任归属自己。啊，父母呢，这个县长呢是父母官呐，所以呢，他的子民发生事情，这个父母官第一个有责任。哦，如果整个国家发生灾难，很大的范围，那么皇帝呢，有责任。皇帝啊，下诏罪己，皇帝要闭门思过，而且呢，皇帝呢要向天地忏悔。这样的皇帝呢，才是符合人心的。哦，皇帝忏悔了，他的百官哪有不忏悔？百官忏悔了，百姓没有不忏悔的。所以皇帝一个人，他就是代表了一整个国家的代表。他怎么做，这个国家的兴乱治衰，就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哦，这个县市的这个
治理的好坏就在这个父母官的身上，都很重要啊，环环相扣，整个国家整个天下的建立都是这样环环相扣起来的。你看这个环环相扣，它扣起来是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哦，这个面我们称为国家，称为天下，称为世界，称为宇宙啊。那是不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哦，条条的这个环扣之间的这个丝线啊，是不是就是通向那个最终极的？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道啊，无处不是道，无始不是道。所以我们要找道，在哪里找？在这些环环相扣之中找，这个是道啊。那么国家的基本单位在于家，哦，家的一个组成是夫妻。那么夫妻虽然是家的一个主体啊，但是呢，这个夫妻之上啊，还有一个父子关系。哦，也就是说，整个五伦的关系啊，以父子为主要根本。哦，就是父子有亲啊，亲是亲爱，父子跟父子之间产生亲爱，这种亲的爱啊，是人的本性。所以父子，父对子是慈，哦，子对父是孝，这个就是亲爱。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爱，它是有等级的爱，这个等级的爱呢，是很聪明很智慧的做法。也就是说，人用这种生命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啊，哦，你不是呢把世间人都当成父亲来爱，这个不是儒家的说法，这个是佛家的说法，是基督教的说法。儒家讲有等级的爱，也就是说你对于你的父母亲是最亲爱的，对于儿女最亲爱的，再来呢是对于兄弟，对于这些这个姑嫂堂侄等等啊，这些再扩而充之，那么这个是合理的爱，这个呢才是呢人性的爱。因为人处在这个环境啊，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呢就像佛菩萨一样，就像上帝一样，把他的心呢调到最高处，然后呢从这个心性的道理啊看到每一个人的原点。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爱他。但儒家呢他没有，他的最后境界虽然也达到这个，可是呢儒家比较讲求当下的现前的这个部分。哦，他不讲出世间，不讲生死的道理，他的那个是因为呢人有办法处理你这个家国天下的事情了，那就已经是达到圆满了。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哦，人的使命，人的责任就是达到家国世界整个天下的圆满，你就可以回天教子了，你就可以回归本来面目了。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呢是非常契理契机的。哦，但是呢在做古时候那个时代，他可以抛家舍业，他可以不顾人伦跑到山里面去修行，然后自己成佛了，哦，成神了，自己逍遥自在了，再来度化众生，或者是说呢不要来度化众生，这个是他们的选择。那古时候可以这样，
古时候可以这样，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心良善，哦，自然有一道礼法，有一道典章制度啊，在规范的人世间，所以呢，他们照着这个礼法来走啊，还不会逾矩，还不会超出范围，整个家国世界的运作啊，是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虽然可能有不和谐，但是呢，还算自然。所以古时候的出世间的修行人，他可以这样子。但是现在出世间的修行人已经不可以这样子了。我们要知道时运啊，知道时机啊。时运是什么？时运是儒家收元。时运呢是白羊应运。你看白羊应运就是在讲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你都不讲好了，你讲什么出世间的道理？那人世间的道理就是叫我们回归自然之道啊。回归自然之道是什么？就是五伦八德，就是三纲五常。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呢不容易做到，这比你在山里面修行啊，那真的是还要难修啊。那其实也看人修啊。哦，我们在道场都常常在讲人事问题，人跟人之间呢磨合的不愉快，所以呢有的人就离开道场，哦，自己呢苦修苦练，那么有的人呢继续留在道场跟人家磨。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哦，所谓的人事问题就是你在五伦八德里面把这些德目做好，所以你只要是在这个世间，你走到哪里都有人事问题，你绝对不能去逃避它，你逃避它你逃避不了，因为你这个考试没有过关，没有过关你不可能在心性上有所成就了。那我们会讲到心性的问题，但是呢眼前的问题要先把它讲清楚。所以道之宗旨在教，都是在教这个，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你要解决什么心性的问题？所以道之宗旨教我们，你就是孝父母重师尊，哦，你就是把这个五伦八德把它做好。那么现在的这个出家的修行和尚为什么成就了很少？哦，这个呢是他们那些出家人啊他们自己说出来的。那以前修行人有成就的是出家的和尚，再来是出家的尼姑，再来是在家的男众，再来是在家的女众。那以前的人，女人是非常命苦的，那所担的业很重啊，他们能够修行已经不简单了，那么他们又在家里面修行，那是难上加难，烦恼障碍一大堆啊，所以在家女众啊修行有成就的很少。但是现在呢整个颠倒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天命不一样了。哦，我们不是说要七理七机吗？那时代变了，你这个理也要跟着走。哦，原则不变，可是方法手段会变。所以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在家的女众修行有成就了，第一。你看我们道场，仙佛菩萨
都说要转成女生。哦，你的身体好修行啊，他造业少啊，他烦恼少，没有像古时候的女性这样这么样的苦难呢、啊。那么他的这个机缘又来了，所以他也影响力也大。你看女众，在家的女众，她呢也可以出来跟人家当官，哦，跟人家选立委、选县市长，跟人家出来做老板，跟男人一争天下。哦，在我们的很多家庭里面，男性的表现啊，比女性差，这个是很多的。哦，女性还是照样要看孩子，还是照样要整理家务，然后呢，赚的钱还比男生多。这家庭太多了、啊，可是女性照样成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现在是地天太卦。哦，我们易经里面，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叫天地痞，痞就是否定的。那地天呢？地在上面，天在下面，那就是国泰民安了。所以女人出头啦。啊，很多道场的修行人，修行的这个领导人也是女性。哦，我们在道场开班讲课，来听课的也大部分都是女性，在家的，所以女性出头了，这时代不一样。那他说呢，这个在家的男众，有修行有成就的是排在第二，排第三的是出家的尼姑，再来呢出家的和尚。哦，我们一般人的说法，和尚就是男的，尼姑呢就是女的，这是一般人的说法啊。当然他们有定义上的不同，我们就不解释，我们只知道这个状况，这样就可以说明整个天地变了，整个天地变了，那就是呢，白羊时期来了。啊，白羊时期来了，白羊应运了。白羊应运是儒家为主，儒家的修行以家为主，家的主角，最主要的主角是谁？是女人，女人是主要的主角。到现在其实都这样，一个家的这个主角是女人。你看那个印光法师他曾经讲，女人啊操控天下安危一大半的主权啊，天下安危要靠女人，不是靠那些政治人物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女人你要教小孩子，你要在家把小孩子顾好，教育好，哦，你教化出来的这些小孩子以后影响的这个社会，影响了国家，影响了天下。你如果能够教化出一个圣贤的孩子，那是影响的整个天下。那你说女人的这个重要性大不大？太大了。所以现在是男女平等，其实是平等在这里，平等在于女性的这个作用啊，在整个世间呢已经是拉高了，她不再是处于这种被动的局面。所以女性修行有成就的是第一，所以
宗旨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在这里修，那就对了。哦，你就好好修，用心的修。你做人丈夫的，把丈夫的道修好；做人太太的，把太太的道修好。你不要再去把那些成知成见，哦，你的见解，你的这些烦恼过爱，通通放在你的心上，你要通通忘掉。哦，你要去其诚心啊，存其真君。嗯，这是庄子的话。诚心是什么？你的邪知邪见呢、啊？累世以来，你的那些知见呢、啊？哦，孟子说：“学问之道，求其访心。”你看，跟庄子想的是不是一样？求其访心呐、啊，这里来去其诚心呢、啊，存其真君呢、啊，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哦，他说他接着讲，其事欲深者，其天机浅。哦，欲望深的人，那么他的天机呢就浅，天机啊就是跟天。这种感应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哦、用粗浅的解释就是这个天机，就是对于性理心法那种来自于天的根源那份了解与得到，你的机缘是很浅薄的，所以你对于这些道理你听不下去。哦，探及生命的学问你没有兴趣，哦，倒是赚钱是很有兴趣，所以现在赚钱，想要赚钱的人，想要发大财的人还是很多，而且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明显。哦，现在有个乐透彩，哦，好几期没有开出来，那就累积到上亿元。哦，你看这个3亿5亿。你中一次就一辈子就不用再工作了，每一个人都想中那3亿5亿的，所以呢这个大乐透在开奖，哦，大排长龙，每一个人想真的要，那这个呢是邪知邪见，这个是社会的乱源。那每一个人都想这样子，那不是社会的乱源是什么？甚至我还听说道亲，哦，他如果能够中乐透彩，全部的钱来拿来捐给道场，盖大庙，这个都是邪知邪见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啊，我们后来会继续讲到因果的问题。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想要得到这个财，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想要得这个财，那你再怎么签也得不到。但是呢，因果的道理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渺茫了，太遥远了。哦，不要说我们修行人，对于道这个一般人啊，那几乎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受的果，哦，我们看不到因啊，看不到因是因为这不晓得是哪一世劫来的。哪一世劫来的会造成今天这样的果，所以呢你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不承认它，有的人不相信它，啊，世间没有因果，因果在哪里啊？哪看得到？哦，在乡下那些农夫啊，他们就会讲这种话，谁看到因果了？就是因为看不到，人没有智慧去看到它，
结果呢就造成大家呢胡作非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哦，依现今的福报，我要来做我该做的事情，享我该享的福。啊，痛苦了呢，再来怨天尤人；痛苦了呢，再来骂天骂地。这个是愚夫愚妇。如果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话，我们就不会期待说你去签大乐透会得奖。如果那个财是你的，你不用签，他也会用各种方式来给你拿。这个是慎惜慎生的道理。那所以在这个道智宗旨里面，我们要强调先佛把这个道的宗旨啊，把它标示清楚，把它明白的写出来，就是让我们还没有感应到的，你要照着这个道智宗旨来做，那么你就会入道，哦，所谓登堂入室。所以各位，老师没有传道给你哦，你不要认为老师有传道给你哦，老师只是指一条路给你哦。那老师如果有传道给我的话，那我根本不用修行啊，老师帮我修就好了，我可以不用背因果，老师帮我背，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老师一切都帮我做好了。但是不是，不是啊，道是你本来有的啊。哦，天地还没有生成之前就有道啊。那你这个道呢，是应着天地还没有生成那个道来变现你这个人，所以你这个人跟那个天地还没有生之前其实是一体的啊。啊，生天生地生人之后，你还是跟天地一体的，因为呢都是从那个道演化出来的嘛。这个我们以后会陆续讲到。那所以说你要去其诚心呢，你要放下，你要空掉你的船。你的烦恼是什么？你想想看，庄子有一个寓言，哦，这个一条河有两条船这样对驶这样呢，在一个浪花的打击之下，一条船就撞到了另外一条船，然后被撞到了这一条船的船长啊，的船家当然就出来了，哦，指责对方啊，骂对方啊，哦，你怎么不把船开好，把船控制好？你的船这样撞到我的船啊，那你要不要赔偿啊？啊，船另外一个船的船家跟他说对不起，那我给你赔偿。那受损伤的这一家的船家呢，那个气才消了。哎，消了之后没多久，又有另外一条船来了。这条船呢，也是不偏不倚的撞到了同样一条船。哦，那这个被撞的这个船家又出来大骂他，特骂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连续两条船撞到我，你们这些船家到底会不会开船啊，那怎么都撞上我呢？他骂了老半天，对方的这个船家也没有出来，哦，那他更气了，你这个家伙赶快给我出来，我这个船被你撞成这样子，你说你要怎么办？结果呢，叫了老半天，对面的船就是没有人出来，
哎，没有人出来，他就奇怪了。哦，想办法跳到对方的船上去找人，躲起来了，他不敢见人啊。他准备了拳头，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人了。结果呢，找来找去，那一艘船根本没有人。他呢也生了一个大疑惑，怎么没人呢？没人怎么会撞上我的船呢？哎，真是见鬼了，今天真是倒霉啊。好了，念一念就没事了，气也消了，跳上自己的船继续开走。庄子用这个故事做一个很好的比喻，也就是说你要空掉你的船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世间的现象空掉呢？你看你对于那条空船你可以放下，因为你没有发泄的对象嘛，没有发泄的对象你当然只好放下，你不放下又能够怎么样？庄子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通通看成那条船了，凡是人，所有障碍你的人，侮辱你的人，责骂你的人，你通通把它看成那条空的船，那你不就是气也没了吗？哦，怒也生不起来了啊，你的个性也找不到了，你就空掉了嘛，这个就是空船啊。哦，你会生气是因为对方有一个人在那里，哦，有一个事物在那里，所以呢你会跟这些人是起分别，起对待，起执着，所以你的无明妄想就不断的产生，哦，每一个生活细节你都有这些人物对象，结果哪一天你碰到这个空的对象了，你分别执着没有了，哦，你的这些烦恼挂碍没有了，你就是放下了，你就是要去其诚心啊，你要求其放心啊，哦，你要学会去放掉那个心啊，这个是我们道之宗旨告诉我们的，所以要空掉你的船，空掉你那个你的头脑啊，空掉你那一份对人的这个知见，哦，对人的妄想分别与执着，然后呢，在对于事情，在对于境界，所有一切都应该空掉，只有放空才是回到道唯一的一条路。那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实验，在这个玻璃管里面，哪一只动物可以逃出升天的？玻璃管一端是封住的，一关呢，那这封住的这一端呢也是玻璃，然后照这个日光，啊，这一端呢是开口，哪一只动物呢可以逃出来，往这个开口逃出来？结果用了蝴蝶，用了蛾，用了蜜蜂，用了苍蝇，哪一只逃出来的呢？啊，所有的动物都往有光的这边跑，结果呢，有光的这边是封住的，苍蝇当然也往这边跑，可是苍蝇看到这边没挡住了，结果就乱窜乱窜乱窜，就从这里乱窜出去了，所以苍蝇它没有知见了，它没有规章法则，它没有向光的原则在它的那个脑海里面没有，所以苍蝇代表那个没有头脑，我们说无头苍蝇啊，其实这个真是很好的比喻啊。无头苍蝇不是对的哦，无头苍蝇是一种状态，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头脑的知见，那种烦恼，那种分别对立，把它放掉，放空，你就可以逃出升天，你就可以呢，登上这个成现、成圣、成贤之路，回归本来的面目。这个是科学家的实验告诉我们，
呼应的这些圣人的说法，我们才知道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啊，是因为累劫累世的习气、啊、造成我们在这里啊这样动弹不得、啊、你甘心吗？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晓得回家的路，我没有办法来居自如，你甘心这样子吗？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呢，有它的深意在里面。这个深意是什么呢？这个深意啊，就是君子务本。君子人啊，因为他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为他的。哦，以后我们会讲到善恶的标准。善呢，就是完全为他，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慰藉，那就是恶。那君子呢，都是为善的，所以君子务本。那君子知道这一切的道理，所以呢，他的乐得做君子、啊，都是做别人为别人的事情。那小人冤枉呢，是因为小人呢，都是为自己，想到的为自己，就是各种烦恼。各种习气现前，造成他今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自如，各种障碍不断，各种呢这个疾病缠身了、啊，啊，生活不顺遂啊，家庭不美满了、啊，这个呢小人冤枉做小人啊，你做了小人你还不知道啊，冤枉啊，你要跟这个青天大老爷、啊，跟玉皇上帝说啊，你是冤枉、啊。那今天必须要人告诉你，你不要再冤枉下去了吗？不要再冤枉下去了，你就要来接受这些圣人的教诲，哦，接受老人的教诲。早安。那最近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2012。那这一部电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舆论，大家都在批评了、啊，应该说大家都在评论这件事情。那么电影里面的内容呢，是根据玛雅文化，这个古玛雅国、啊、预言我们这个人世间2012年就是一个末日之年，哦，也就是说呢，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就在2012年。那么2012年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近，哦，我们已经迈入了2010年了。这么说，世界末日还有2年呢、啊。那么世界末日还有2年，这是不是真的呢？这个从各种现象界来看的话，那是很有可能。现象界所呈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现在所呈现的，哦，各式各样这种小型的毁灭、啊、都已经在上演，每天不断在上演。哦，譬如说呢，在非洲坦桑尼亚或者是卢安达这些国家，那他们每天呢连吃啊都吃不饱。为什么会吃不饱？因为呢他们种的这些植物啊，哦，种的这些菜啊已经不会生根结果，没有东西吃啊，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哦，用国际补助的一些麦或者是一些玉米粉，然后呢加一些土，那他们当地人认为可以吃的一些土啊，把这个小麦粉跟
和在一起，然后下去烤。那因为吃了这个土之后呢，人就比较不会有饥饿感，所以呢，这个土啊，还供应不绝，供不应求啊。可是吃了这个土之后呢，当然有它的副作用，因为呢，它比较没有饥饿感，所以呢，会造成你的消化系统失去作用。哦，当你吃了它了之后呢，可能还会排便排不出来。那听说他们当地呢，要排便呢、啊，都要用挖的，哦，把那个便呢从肛门里面挖出来，真的是骇人听闻啊！我们这些文明的国家没有办法想象。那不只是非洲地区啊，这个非洲地区的饥荒啊，我们几乎是很早就听说过了。所以对他们而言呢，也没有所谓的世界末日，能够多活一天就赚到一天了。啊，对他们而言哪有世界末日呢？但是对我们而言啊，这个世界末日啊，就会造成人心极大的恐慌。啊，现在呢，海平面上升了。啊，昨天还在看国家地理频道，那么这些科学家呢，为了测试到底冰的融化速度有没有很快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他就呢到了北极的现场去测量。那么到北极现场测量啊，那个冰啊本来有500公尺这么厚，那现在呢冰不断的裂开哦，那不断的裂开呢，这个这些科学家呢只好用那个绳子啊吊着摄影机，然后下去拍摄，看看冰裂缝里面到底有什么情况，那到底深到哪里去。那发现了这一测量啊，这个冰的裂缝啊已经深到这种和河流和地层的这种河流啊，地下流啊已经深到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冰融化的水都已经流到地面地下的河川去了。那地下河川流到哪里去？流到那个河流啊，河流又流到大海啊。那么这些水不断的在流失掉，那流到大海之后呢，大海的水会上升，哦，海平面上升，所以现在很多沿海的这些群岛已经呢，哦，它那个水淹到他们的膝盖了。你看威尼斯号称水都的地方，哦，这个文明国家在防堵，哦，用这个海堤啊防堵海水倒灌也是没有用。那么泰国很多小国家，很多这个小岛屿啊，他们的庙面向大海，庙啊都已经淹没了。哦，应该说呢已经淹没到脚步了，那么也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起居了。所以庙里面的和尚呢每天求佛，希望佛能够保佑啊，让这个庙不要被淹没。那么这个世间这种小型的毁灭呢，每天都在上演。小型毁灭的累积多了，当然就变成大型的毁灭。那大型的毁灭呢，会不会就是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年世界末日呢？这个真的是很让人惊慌。
我们刚才讲非洲的地方人民没有办法种植，没有米饭可以吃了。那现在呢，粮食已经成了世界的这种头号的危机啊！哦，粮食的缺乏已经成了头号危机。那你看那些非洲的国家，他们要向种子公司去买种子来播种，哦，不管是播种什么，只要可以吃啊。但是呢，他们的土地啊又没有办法种植了，所以呢不断的要砍伐森林，哦，让其他的土地啊有能力生长出这些作物农作物出来。那他们的这些种子啊又是有机的种子，哦，应该说呢是基因改造的种子，所以他们一定要种，他们不种呢这个种子明年也发不出芽。那么基因这个种子公司啊为了控制这个种子啊，哦，要他们呢每年要向他买，那么他们呢一定要把这个种子种出来，所以呢要砍伐更多的树木，砍伐更多的树木啊，结果呢土地就没有养分了，哦，因为土地没有根来吸收这些养分，哦，所以土地就会沙漠化。那土地没有办法有养分，也没有办法抓住水分，所以呢这些水呢都流到大海去了，海平面上升了，那土地沙漠化了，哦，然后呢这个沿海的城市呢淹没了。这是我们每天，哦，现在呢看得到的现象。所以2012年是不是真的一个来一个大毁灭啊？那在这个时局，我们对于道降应在这个时间呢，道是不是可以来帮助世界免于灾难？是不是可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让全世界的人民呢都能够获得到解救？那这个是需要我们来努力的。那现在呢宗教已经很多，哦，各式各样的宗教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世界的灾难呢？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道跟教它的最大不同的意义啊。那么宗教有它教化人心的一面，但是呢宗教变成的这种教以后呢，它的这个本质，哦，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的那种格啊，这个品质会下降，品质下降了之后呢它产生的作用呢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功夫，表面的敷衍，以至于说呢那种深入基层的深入根底的那一种力量已经没有。所以从时下这个宗教百态啊万教齐发的现象来看人类的信仰，那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人都只是对宗教一时的迷恋，那么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到心性上。那么包括我们道亲，如果自己不知道在心性上着力啊下功夫啊，那么道亲也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会被这一场大灭绝所淘汰掉。这个是我们讲道之宗旨，要来分析
为什么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净宗学会，这个是佛教的一个团体，他们在推广弟子规，推广这些儒家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在大陆那边呢，是办得有声有色，各类人才啊，可以说都出来了，能说善道的非常多。那么我们听了他的言论呢，也非常感动。那他们真正的有在有心要推动。那看到他们这样子，后学也有一个心得，也就是说他们那些他们这些人啊，出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么反观于我们道场的讲师点传师，我们有没有他那种力量，有没有他那种能力呢，来推动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两相比较之下呢，就如老前人所讲的那句话，那么我们讲到呢，可能讲不如这些法师啊。那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人啊，这些教师啊、老师啊出来了，事实上呢，他们能言善道的那一面呢，我们道亲也可能讲不过他们。那他们在办这个会场，他们在吸收人才那种方面的能力啊，也可能是这个道亲啊望尘莫及的。那看看他们的做法，那我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道落实，或者是推动到整个全天下，像这个中国的每一个分子啊，让他们推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核心在里面。那这个核心呢，不是一本经典，不是一句话，而是呢我们泛称的那个道。那个道的根本是要抓住啊，没有抓住那个道的根本你能说善道，你很有能力，你办活动，你办学校，那么都停留在一种教化。那教化也很好，教化至少可以安定一部分的人心只是呢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么所以呢，我们没有能力像佛教这些团体他们办的这样子风风光光这样丰富又盛大，那么我们只好反求诸己，反归到我们的内在反归到内在那个自信我们才能够抓住那个以不变应万变他那个核心力量。所以子贡曾经说夫子之文章可得文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文也。那么孔老夫子讲的这些学术、这些知识、这些技能，那么是可以听到的，可以学习的。但是呢，孔老夫子所讲到性跟天道，那么性呢，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良知本性；天道呢，天理良知。天道就是天理，天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了解到那个心性的道理，这个才是孔老夫子周游列国，明传四书，暗传道，他的主要的一个诉求。所以道不讲什
么稀奇古怪，道没有新鲜的，道都是古古相传的。老前人常讲了，你不要想从我的这里听到什么新鲜的，我没有新鲜的哦，我只有讲圣人所讲的话，先佛所讲的话。那先佛圣人所讲的话都是教我们反求诸己，都是教我们呢、哦、亲爱人民，都是讲这些。那么在做到这些功夫之前呢、啊，夫子所讲的性根天道啊，你就必须要悟出来，你那个力量啊，才有办法着力。哦，你这个功夫啊，才能够发得深，发得远。这个是道跟教最大不同的地方。那所以我们看现在佛教，哦，回过头来学儒家，用儒家这一套来，这个表面是弘扬儒家思想，实际呢是弘扬了佛教的思想。那么不管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其实都是中华文化，都很好。然而我们必须再把它深入分析一层啊，这个五教他们这一面哦，已经传了2000多年，那么到今天呢，它有哪一些的这种现象产生啊？我们说儒家现在有哪一个修道团体号称儒家的？好像没有。有儒宗神教，儒宗神教根本就是道教啊，哦，时下的道教啊，真正回复到像白鹿洞书院他们那个知识分子学到的情况，哦，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那种情况几乎没有了，也许有，但是我们没有看过，所以几乎没有。那现在儒家在干什么？儒家就是附身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面，哦，学校团体里面，那他们呢传这种经典，传这些古圣人的教化，所传的是什么？所传的是这些知识的传递。至于信法、信理、信法呢，他们呢也摸不着头绪。哦，那些教授学者也摸不着头绪啊，讲到信理先法，他们也是不可得闻也。那所以说儒也变成一种教化，但是儒呢，人大部分人不称它为宗教，因为呢它缺乏那种宗教的仪式，哦，很少有那宗教仪式，除了说祭孔大典有那个宗教仪式，其他的平常是没有。所以呢，儒变成教是附身在学术单位，那么儒家的这个代表人就是教授学者，这个是儒家。那我们说看看道家，道跟教分流啊，那个是很早的事情了。哦，道会变成教，道家变成道教。事实上呢，老庄那个时候是没有把道变成宗教的，他们讲的都是心理心法，讲的是学术。哦，那道变成教呢，是在汉朝东汉时期。哦，这个张天师啊，他立了这个道教。立了这个道教之后呢，中国的民间把它接纳起来，成为自己的宗教，这个是道教。所以讲到道家，那用老庄来做代表，他
他们讲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道。那后来的这个道教啊，我们知道变成这些道师啊，这些法师啊，道士啊，那道士呢吹拂念咒啊，布纲踏朵，这个踩天梯啊，就是都是在搞这个。那这个就变成始祖的教了，道就变成教了。那佛家呢，佛家本来是一个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呢，它也不被称为教，它是一种学术的理论。那么中国人很敬重佛家，因为佛家他讲的道理超越了中国人历代圣人他所教的那个范畴，所以中国人把它接纳，而且呢，它跟中国人所拥有的道德伦理的观念呢是相合的。后来佛家呢的思想深深扎入了中国人的心，但是后来呢，佛也变成宗教了。佛的教法已经不是道了。你看佛家来到中国之后，他不再托钵了，不再住在树下，不再到山林讲学了。但是呢，在这期间呢，还是有祖师大德出现，所以呢，佛像还是兴盛一时。那么一直到大概到南宋以后呢，那偶一大师自己讲，南宋以后啊，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比丘啊。他讲的这句话很符合济公活佛的视线。那么因为没有比丘了，济公活佛视线一个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主要呢是为了点醒这些和尚，救度这些愚昧的众生啊，所以用了这个疯癫的形象。所以偶益大师他讲的这句话，他是很有可能。南宋以后，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有一个开悟的人，有一个正道的人，几乎很少，没有看过了。有念佛成就的人。那么佛教这些法师后来呢专注于这种经忏的仪式，专注于这个敲打念唱，不再做讲经教学，不再做呢这个深入信理心法。所以呢，佛教到现在给人的观念，那就都是一种迷信的观念。专门为超度死人而立的一个宗教，这个是佛教。你看阿弥陀佛的到现在啊，他是为了超度死人，只有死人的地方啊才听得到佛号。平常你放阿弥陀佛的佛号啊，人家还会以为你家里有什么人过世了。这佛变成教啊，这是非常的可悲的现象。再来看基督教、回教，你看基督教那十二门徒有跟着他的都回天的，那个叛教的那个犹大可能没有回天，但是呢，他视线一个反派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他也有一个视线的作用啊，也许他也有回天，因为他是演反派嘛，演反派也是不得不要彰显基督的德能啊。
就好像佛教里面的提婆达多，他是演反派。那么他虽然呢，这个抵制佛的行为啊，但是呢，他最后呢还是有成就。虽然他堕落地狱，可是呢，他堕地狱呢是在享受，而不是在受苦。哦，再来，我们讲到回教，回教可以说是最虔诚的教徒。哦，我非常的佩服回教的人士。那么回教的人，真正的在自己的本分上、自己的岗位上，用心的来生活，那回教人是非常的虔诚。那虔诚的程度啊，其他宗教都没有办法比。哦，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听到了回教，哦，都是为了政治，都是为了国家，都是呢为了个人的利益啊，来发动战争，来造成了恐怖活动，哦，打着圣战的主义啊，来进行世界的破坏，这个就是回教。那么一个道会这样吗？所以回教呢已经实质的变质了。但是呢，他真修十天的人还是有，只是呢他普遍的力量呢已经转移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道之宗旨，道跟教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说道到底是什么？道是一种宇宙的主宰，哦，这种时空之中的一个主宰。那这个主宰呢，不是一个人，那也不是一个力量，哦。那么你说它是自然呢？也许就是自然吧，因为呢，道法自然嘛。那一种自然的规则在运转。那这个核心呢，我们把它一种人格化，叫做老母。所以老母并不是一个形象，它是一个代表，哦，也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它就是一个空的本体，那宇宙的真主宰。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无极而生太极，那个无极的状态就是老母，就是宇宙的真宰。那无极为什么生太极呢？这个就是一种道法自然的现象。那太极一定会生两仪，两仪会生四象，四象再衍生八卦，这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生灭变异的现象，那就是一种道的运转。那么在道的运转之中，人在其中啊，人有没有包含这个道呢？这个道啊，演化的过程当中就演化出万物，万物呢之中呢就包括人，所以呢每一个万物的一个形成啊，都是一个道的本体的视线。所以你看，那么道呢用性理的方式存在人体之中，所以呢人才有性理。那万物呢，万物有它的物理，有它的事理，有各种理，那个也是道的视线。但是人的这个是因为这个性理啊，所以呢人成为了万物之灵。灵是灵在人跟那个性啊是可以感通的，哦。那么人可以跟性是一体的，性来自于天，我们刚才讲这种宇宙的主宰。天呢就是我们说代表的那个道的那种空相。那么这个空相呢形成了我们的性理，那性理的变化又有心理的变化，又产生生理的变化，所以形成一个人的样子。
所以道其实在讲，是讲人的这个信心身，哦，三位一体。但是我们讲到信理，是因为信理是个核心，这个核心呢，会把人的身啊变成各种不同的身。哦，这个我们以后还会慢慢讲到。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良知本性呢，就是一个道的一个本体。啊，庄庸讲率性之为道，率就是一种这种自然的流露，啊，流露出我们自然的这种本性啊，那就是道。所以天理良知，所以道在性上是至善，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烦恼。哦，它是光明的，所以我们上次讲，老师并没有传道给我们，他是指引给我们，因为我们忘记了有道，忘记了找到道那一条路。哦，因为呢，就好像这个镜子，我们本来像镜子这么光明，那镜子已经染污了，我们把镜子上面的染污呢，把它擦掉，就看到光明了。哦，所以就看到道了。所以道那个镜子不是用擦的，哦，镜子不是擦出来才光明的，而是呢它本来就有光明。那么你必须把你的染着放下，你的烦恼放下，那个光明才会跑出来。所以道都一直在，信理一直在我的身上，只是呢，你有没有觉悟而已。那么既然心理在我身上，那我跟佛，我跟圣人，哦，跟这些神明啊，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照样可以知道那个回去的方法。哦，我可以来来去去啊，我可以这个进虚空遍法界啊，哦，游遍十方啊，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现在我不行了，所以呢，所以老师来告诉我，你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那道呢？所以说是圣圣相传的心法，信理心法。圣圣相传，也就是说，当人啊，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在处理他的人世间的事情，他的责任，哦，或者是说他的愿力跟业力，那他处理完了，照理讲呢，他应该就要回家了。结果呢，他没有回家，没有回家在干什么？迷恋在六道轮回了，哦，迷恋在人世间的，忘了回去了。那这一迷恋呢，迷恋多久呢？我们道场讲六万年来。那实际上到底多久呢？那当然这个说法跟科学家的说法是不太一样。那我们依照道场的说法，六万年来都在迷，忘了回去了。你看你六万年没有回家了，你还找得到家吗？你找不到家了。那必须有人，有谁来告诉我们，有一个从家里面来的人，这个就是名师，来带着我们回去啊，来指引我们回去的路啊。那名师呢，他不是只有这一世才有哦，我们代代都有圣人出来在教我们，只是说呢，道有显有隐，显的时候呢，就好像呢这种比较盛大的、比较兴盛的样子，隐的时候呢，那就是默默的传，单传独授。所以圣人呢，是代代相传的，代代相传把这个道呢交给人。那现在人心已经这么乱了，道为什么又可以出来？那就是因为
五教啊都已经开过花了、啊、哦，这些圣人啊都已经来过了、啊、这些圣人来过了，把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的使命完了，完了之后呢，你是不是要结果了呢？开花结果啊，你这个果不出来，你这个开的花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最后呢，还有这个名师啊，来叫我们呢，先得而后修。这个法门啊，相当殊胜，相当难得。我们得到这个法门，我们可以依照古圣人他所传下来的修法，一步一步去做。哦，依照道之宗旨的原理原则，哦，来的一步一趋啊。那这样呢，自然就会达到我们回家的路。这个是道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讲这些法师啊，这些老师啊，他们那个表现的方式啊，那都比我们高超太多了。可是呢，他们这个核心没有，哦，没有这个核心啊，没有这个信理心法。这个名字一指，这一点的妙药的灵妙，那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只是呢啊枝枝叶叶，看起来好看呢、啊，实际上呢没有根，没有根啊，没有根就是说他们没有入手处。他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很好，好是好在哪里？啊，好在他的身体健康了，事业顺利了，家庭圆满了。哦，他们认为有所改变了，好，他们的好是好在这里。结果呢？这不是啊，那是顺便的啊。你信理心法，你的这个道心的流程的。那些是顺便自然就会这样了，就好像我们说神通，神通不是修来的，神通是本来具足的，你的良知本性开启了，那些神通就具足了。所以你怎么还会有病呢？还会有老呢？会有这些世间的障碍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根啊，所以我们得到名师一指，跟这些世间的人，世间的教授、老师、法师、道士，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名师一点这样的一个依据。这个依据呢，是我们可以超生了死的方法。哦，我们知道这些五教圣人的心法的一个秘诀。那所以呢，我们虽然讲道可能讲不如法师，哦，办这个法会呢也不如这些老师，哦，不如牧师啊，不如这些阿訇啊、穆斯林啊。你看回教朝圣的每一年啊，几百万人啊，天主教教宗一出来啊，哇，几百万人臣服在他的麾下。你看这种力量，这不是我们道亲可以做得出来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还可以说道比较还要殊胜？那因为道呢是深入根本，是深入心理心法。道呢是讲这个良知本性，是讲这个。你要真正的落实，把道呢透过你的身心表达出来，所以你讲很多没有用啊，你必须呢把它做出来。哦，你看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哦，孟子也是周游列国，历代的这些有心的这些圣贤啊，都是在他们的岗位上来做的救度生民、帮助众生的事情。哦，这个是圣圣相传的部分。那道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啊，所以说
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不可须臾离，就是说你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处在道之中，没有道，那么你没有办法立足在这个人世间。事实上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哦，儒家的道告诉我们，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告诉我们敬天地理神明，哦，孝父母重师尊，爱国忠士，促进世界大同等等的这些做法，这个是儒家的自然之道。那么你行三纲五常，你敬五伦八德，你就是回复自然的生活。那回复自然的生活，那你就回归自然了，天地息皆归的。那结果呢，我们现在呢不做这个，我们看不起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认为是古封建啊，旧思潮啊，大家呢一味追逐时尚科技，哦，把这些传统文化把它丢弃掉。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卢安达，那些非洲的国家连米都没有得吃啊，饭都没有得吃啊。那除了他们的因果业报之外啊，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符合自然的生活。你看他们为了耕田，为了耕地啊，把这些树木都砍掉，把沟砍掉了，结果呢，树木没有了，就不能够调节气候，不能够调节气候，就造成山洪爆发，哦，造成了气候不正常，气候不正常，植物呢都养不活，他们的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所以呢，你看，越愚痴就是越堕落。那这些怎么办呢？是要有人教他。谁来教他呢？要觉悟的人来教他。哦，懂得的人来教他，明理的人来教他。教他们要懂得敬天地理神明啊。你看我们开宗明义的道之宗旨第一句话，敬天地，天地是多么重要啊！哦，天生地养，天给我们这些资源，地呢养育我们，那么你天地你都不敬了，你怎么还有办法行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呢？那么天地是什么？天地就是这气候异常了啊，山洪爆发了啊，哦，海水上涨了，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都是人的心引起的，这不是自然现象，是人心。那为什么不是动物的心呢？因为动物没有是非善恶，只有人有是非善恶。人那个是非善恶的那个负面的念头啊，它会充斥在整个磁场之中。那他们做了这些动作，结果呢，就遭受到自然的果报。那你砍伐森林好了，森林呢报复你，让你没有营养，让田没有营养，让雨水不来，哦，让你作物不能生长，结果你就挨饿了。所以是人啊，那这些人呢，要有人去告诉他，真的要有人去告诉他。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啊讲经说法，哦，用现在的这个趋势来讲，用科技的这种传道方式啊，还比以前的这种挨家挨户拜访还来得有效。哦，用这种网络啊，用卫星啊，哦，用这种科技传播的，真的还来得有效。
现在人呢、啊、很忙碌啊，哦，忙着自私自利啊，忙着要享受啊，你去找他，他也不愿意啊。你虽然有心要花这些时间啊去关心他，他也没有空陪你，他也不想陪你，甚至呢，他也不想听你讲这些什么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但是呢，我们用这种科技的东西啊，没关系啊，你一天24小时，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来听，我一天24小时在讲，我用这种卫星，用这种网络，用这种光碟，你想听就听，哦，不怕你不来啊，就怕你不听啊。你只要听了一句话，你受用了，哎，你懂得去觉悟了，去明理了，哎，这样好了，你就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哦，你知道了，这个2012年可能世界末日快要来了。哦，我们做一步是一步哦，我们不能等待着这个世界毁灭。那我个人要怎么做？我个人赶快敬天地理神明，孝父母重师尊。哦，遵守这些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从这里做那就对了。你不用去烧香拜佛，你不用去呢参禅打坐，哦，更不用去呢朝山啊会林啊，都不用。你就在你的人道上好好的做，你到了公司上班，你就做好员工的角色，做好主管的角色，把人道做好了，天道就可以顺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啊，保养自己，儒家因缘告诉我们呢，就是要叫我们做这些啊。那这是道啊，真正的道是这里啊，并不是在学术啊，不是在庙堂啊。你光研究的这个孔老夫子的思想，哦，这朱熹的思想，你光研究这些有什么用啊？大家都想听这个深奥的心理心法，结果呢，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孝父母重师尊，没有一个人呢、啊、愿意敬天地理神明，那你还不是照样毁灭吗？你做一步，你要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再说啊。哦，做了再说的人是圣人啊。说了再做，那还不错，还是个贤人。那么不说也不做，不说也不做，那是平凡人。说了不做，那就是骗人嘛，光会说不会做。所以老师、讲师，这些讲台上的这些法师，只会讲不会做，那是骗人，那比凡人还要差。你看老先生这里讲，我讲的道理啊，找新鲜的没有啊，道理的哪有新鲜的呢？好比讲我们这个孝悌忠信，哪里有新鲜的？5000年来都讲这个，那么你现在讲这个，你不讲这个，你就是没有人格，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么你还算在修道吗？没有，你不是在修道。所以现在呢，我们道场有所谓的这个办道的道场，有所谓修道的道场。那么办道的道场认为呢，点道去弘道，这个就是修道。那修道的道场呢，认为呢，这个就是研究道理，哦，注重心性，这个就是修道。那后学是认为说，各有所好啊，各有所偏呢、啊。那各有所偏呢、啊？因为修道的团体，他注重心性，可是注重心性呢，他不是在人伦纲常上注重，而是在呢这个那些深奥的道理，哦，讲空性，
讲无为的这些道理在深究，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出来恢复呼吁这种儒家的思想，孔老夫子的言论，这才是今天道的宗旨的所要推动的。所以你看，我们道也是讲今天第一生命，孝父母重师尊，这些呢都是平常的道理。你把人道做了，这个就是达到和谐的社会，安定的社会，和平的世界。所以联合国在提倡世界和平，提倡了三十几年，到现在没有世界和平，请了那么多学者专家，甚至呢宗教人士去演说去推动，结果呢没有办法推动，没有办法落实。为什么？当然了，主要的是国家有各个国家的考量，他认为那个遥不可及。那每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是说这些领导人都认为这个太遥远了，学者专家所讲的宗教人士所讲的这些道理好，可是呢做不到。所以呢大家听归听啊，没有人愿意去做，所以世界和平永远也找不到曙光啊。那为什么会认为遥不可及呢？那就是因为啊学者唱高调，他讲的这些道理啊不是生活上的道理。那不是生活上的道理，大家不可能回到像以前修行的样子，也不可能去出家去躲在山洞里面过了这个清苦的生活，大家不可能这样子，所以会认为做不到。但是呢今天名师告诉我们，修道已经不是这样子了，修道呢就是在家庭，家庭就是道场，你公司就是道场，你团体就是道场。所以说道不可虚于离也，不可虚于离呢是在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点每一滴在那个当下的时空之中啊，你都有到位一个道体的朗现。比如说你一个人你在这里讲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你为什么会讲话，你为什么可以讲出这些话那你为什么可以把这个画面呢把它录起来，这个都是道在其中啊。如果没有道的那种奥妙啊，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就算一个纸张你被做出来，一个纸张被做出来，那也是道在里面了。被这个树木，你把它培养，长大之后，然后呢，你把这个树干取下来，你把它这个磨碎，制作，然后呢，才有纸张。那你纸张要写，用圆珠笔，圆珠笔也要制作。那你写什么东西你还要有内容，你要去学习，这个无一不是道啊，哪一个不是道？所以佛家讲哪一法不是佛法，其实呢都是同样一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会做不到呢？不会做不到，只是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呢这些我们要透过教育的方法来推动，教育呢必须呢身体力行我们这些修道人必须呢有责任呢把这个大道呢推到每一个角落去。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走到每一个国家，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方法我们用书籍，用光碟，用卫星，用网络，这个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只要机缘成熟，
那么这些领导人还是有可能会被点醒的一天呢、啊。你看我以前我一直跟我太太讲，你不要晚上回来都在那里看电视啊，哦，你也要看一点有意义的节目啊，哦，你都看那些连续剧，哦，把自己的内心搞得乌烟瘴气的，啊、哦，那小孩子跟你看这些，小孩子也被污染了，你为什么不看一些有教育性质的东西呢？那么我常常转净空法师的电视台，哦，特别是为了转给他看的。让他听一听，他在我在场的时候他就跟着听，我一离开上个厕所，哎，又转台了，真的是受不了。那为了教化他呢，我就不断的要播放给他听，嗯，一直到现在啊，哎，他自己主动愿意听了，然后自己想跟我要这个净空法师的片子来听，哇，真是难得，非常高兴。我想说啊，其实不会没有结果，你撒下了种子啊，总有一天会有开花结果的。所以我太太愿意听这些圣贤人所讲的话，老人所讲的话，那他们自然有受用的一天嘛。听久了，他熏习久了，他自己也会改变，自己也会接近这个道，自己也会学圣贤，那这个不就是道德教化吗？啊，所以道德教化从自己做起。啊，推而广之，正己而成人啊，从家人做起，从社区做起，从你的公司团队做起，再到社会国家，再到全世界，这个是大同世界的。有期待的一天呢，是绝对有可能。哦，尧天舜日的理想就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里。如果说我们今天知道得到这个道是这么宝贵奥妙的话，那么我们赶快好好的来例行，好好的来推动，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名师的教化，哦，接受佛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那加上人的力量在配合，那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啊，道就成就。所以啊，重点还是要人哦，光靠天也不行，人没有天也不行，天没有人也不行啊，天人合一来做，那道呢就能够成就我们一条通天之路，天之路啊。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认为修道就是呢去道场接近道场，哦，就是听经闻法，就是呢念佛，哦，念咒，或者是说呢就是呢这个参禅打坐，还认为这个是修道的功夫的话，那么你是错用功夫了，不是在修这个，你的脾气毛病一大堆哦，三纲五常没做到，你这怎么会是修道呢？错用功夫啊，迷昧颠倒，哦，这个叫做逐妄失真啊，逐妄失真，没有办法见到道。所以道的力量为什么这么样无形？为什么这么样伟大？为什么这么样不可思议？就在你的一念之间的转变啊，你的世界就跟着你改变了。你看你立志走向圣贤这一条路，你周遭的这一切就跟着你改变。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修行人注视的话，这个地方免于天灾地变了，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都会受到庇荫了。所以你的这个修道，大家早安。孔子将世间的人啊分为五种等分，号称五仪啊。那么孔子
在回答鲁哀公的话里面呢，他分说呢，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这个叫五仪，五种仪态的人啊。那么什么叫做庸人？庸人当然就是庸庸碌碌，好，没有什么见识，那么也不存规矩，嘴巴也讲不出圣训格言啊，也不会择贤以脱身啊，不会力行有自见啊，见短不见远，见小不见大，所以呢，从流合污啊，这样的人呢，不晓得他的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叫做庸人。那什么叫士人呢？士人就是一般的这个好人啊，那他有所心有所定，那么也有他的理想，可是呢，就是还不能够达到这种入道的境界。那么虽然他也有一点学识啊，但是呢，为了三餐，为了家庭，为了前途而忙，所以这个尽了一生的努力啊，还不晓得他的目标是什么。那么他的钱赚再多对他也没有帮助，那么他的贫困呢，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损害，反正呢，他可以呢与这个跟世间的环境啊一起生活下去。那么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是属于士人，那所以士人号称读书人啊，其实你看读书人他还有很多的相当的这个深入啊，相当的见性，破一品无名啊，正一分一分的法身啊。所以道呢，道只有一家，没有分号了，没有两家了。哦，如果另外哪一个人还有说他另外这里有道，那就是左道旁门。哦，这个是北海老人他讲，道只有一家，就祖祖相传的这一家，所以我们认定了这个祖祖相传的这个道，好好的来修正悟正。了解到我们的自信呢、啊、是这么样的独一无二，那就是走上这个正确之道。所以他曾经讲，他说真三言是真修炼，顶如千拱是虚言，真子的三请言悔的事物，那他那个是真修炼啊，顶如千拱这些啊，哦，抽砍舔泥这些啊，通通都是虚言，哦，这是北海老人讲的。那么你看，真三言是真子的三请，吾日三省吾身，这个是真实功夫。这个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人，我们现在是人的样子。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境界啊，那是我们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样子。那在这个之中呢，我们曾经做过不懂样子的众生啊。那因为做过不懂的各种样子，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习气、毛病跟烦恼，还有很多的知见。那所以这次为人，可以得到名师，可以得到真道，你要从这个真子的三请言悔的事物来下功夫啊。哦，儒家周远，哦，他说幕后周远儒家管，题目认错是伪天啊。那所以
修行，哦，要开始的第一步，要正己成人的第一步，就是从人道做起。人道就是他讲，这个祖师讲的，增三严四，严毁的事物，增止的三行，这个都是很基本的功夫。每天时时要反省自己，哦，每天时时要告诉自己，要以你为戒的地方，所以戒慎恐惧啊。为什么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因为一下子我们可能呢，就出了太多的错，而这个错呢是连续的，哦，所以盘错满盘皆输啊。这个错呢是连续向的，所以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因果不空的道理，是因为因果是相续的相。哦，那这个因又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呢，所以它是相续的相，所以造成了这个我们受到这个果报现前的时候，我们会被境界所转，被境界所转，我们修行的功夫可能就忘却掉了，流失掉了。那他在这里，北海老人告诉我们，幕后收元儒家馆，你就是从儒家好好的下功夫。那所以后学为什么发心要在这个观圣帝君的经典好好的专修专弘，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观圣帝君是儒家的修行，哦，观圣帝君自己讲啊，观圣帝君自己讲啊，吾素览春秋，又观孔孟啊，所以观圣帝君是以这个春秋孔孟为学的这个对象啊。那他所讲的经典，当然也是就是这个儒家的思想。所以你看这个观圣帝君的经典，都非常的浅白，哦，都非常的简要，浅白简要的道理的，是呼应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那观圣帝君现在主掌的这个中天玉皇大帝，哦，三天的一个主宰，那他要教化众生，以他为代表，那他要教化众生，当然知道众生的根基，所以呢，他就传下最简要、最浅显的这个道理给现代的众生。哦，你看我们现代的人呐，他没有耐心。哦，你叫他再去学这个大经大论，我们讲到这个大藏经，佛教的都不外乎这些大经大论啊，哦，金刚经、六祖坛经、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现在的众生啊，你叫他再去学这个来开悟证悟，这个是实在太难得，太难太难。哦，讲到儒家的也不外乎四书五经、十三经，那这些大经大论呢，现在有哪些人，哦，可以呢安分守己的在一步一脚印的来学，包括修行人自己啊，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才知道了仙佛的慈悲，仙佛的用心啊，啊，观圣帝君呢，啊，帮助这个名师啊来度化这些众生啊，他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最浅显的方法，哦，所以他教的这经典呢，啊，如理如法，啊，气理气机啊，气理呢就是现在的众生他所需要的道理，不需要长篇大论，啊，最好是那个轻薄短小的，啊，最好就一句话就好了那种的。那观圣帝君经典就符合这个需求。那契机呢，就是现在众生的根气啊，他的需要，哦，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气氛，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讲到气理气机啊，这个气机的部分呢、啊、也是现在的这个众生啊最想要听、最喜欢听、最能够接受的道理。所以仙佛慈悲啊是相当的用心啊。讲到这个气理气机啊，哦，当然就是现代众生最符合最需要的。所以如果说只是气理而不气机的话，那么变成了这个空谈，哦，这个玄言之论，学者专家之论，对众生呢没有帮助，因为他们听不下去。你没有错，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我做不到，哦，可是呢我听不下去，那你讲的这些道理也没有办法引起共鸣，这个讲的跟没讲是一样的。那如果气机不气理呢？气机不气理啊，这个是这个现在众生的现象。众生喜欢呢这个吵吵闹闹，哦，喜欢这个一窝蜂，这是气机啊。哦，所以呢，现在演唱会最多人，哦，有什么活动的这个最多人，讲这个笑话，哦，看这个影片这个最多人。但是呢，如果都是沉迷在这里，众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圣人的教法。所以呢，佛陀讲气机不气理啊，这是魔说。所以你看演唱会，你看这些这个大活动，对于教化众生的意义啊完全是没有，甚至呢让众生更加堕落。所以观世帝君他气机的道理呢，他就是直指人心，他就是呢简明扼要就告诉你，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有理论有方法，哦，还有表演给你看。没有一个经典是这样子的，很难得啊。佛经里面只有华严经还有这样子啊。那观圣帝君里面陶渊明圣经啊，有理论有方法，还外带表演，表演之后呢他这个正道给你看，你跟着他表演你就正道了。那么觉世真经呢，他讲因果，讲这些善恶的道理，简明扼要，让大家呢有所警悟。这个是观圣帝君的一个教法，也是现代儒家，哦，最殊胜的教法。所以他讲幕后儒家，幕后收敛儒家观，题目认错是伪天，题目不要认错了，这是重点。啊，修行的题目如果认错了，那就是下一次轮回了。你修的只是人天的福报。那人天福报好不好呢？人天福报事实上来讲并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这种福报之后，你会迷悟，你会迷惘，你会更加堕落。那更加堕落，你就不了解你以前用心用功的地方，那些功夫啊通通忘掉了。所以不要认错题目。题目是什么？题目就是儒家寿元。儒家在讲什么？儒家在讲忠孝节义，哦，讲孝亲尊师。只有讲这个呢才是符合现在众生的根器。那现在众生呢，哦，最需要的也是这个。现在呢社会太乱了，这个世界乱，那这个乱呢比古时候以来那个战争的乱还要乱。为什么还要乱呢？因为呢古时候战争呢它还有一段时期，那兵荒马乱呢，这段时期过了就是太平天年了。那现在乱的是每一个人都乱，社区乱，人心乱，我们出门生活啊
都是身处在这个紊乱之中啊。哦，什么时候隔壁出现一个坏人，我们不晓得。哦，我们这个我们的街道上藏了一个恐怖分子，随时呢要来这个伤害我们，甚至连在家里，哦，这个诈财的电话、恐吓的电话也是骚扰不断的。啊，很多人就这样被骗了。哦，即使家人跟家人之间也是会互相伤害。哦，为了利益呢，大家呢彼此互相攻击。所以恐怖分子在哪里啊？他不是在国外啊，也不是外来的种族啊。恐怖分子就在我们的旁边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氛围啊，我们怎么能够不提心吊胆啊？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谨慎？那么化解这些恐怖危机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你自己要先正己，你要先克己复礼。只有自己做好了，自己正悟了，哦，自己修成了，你才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的环境。哦，自己成佛了，才有能力去转变这个世间的众生，跟着你成佛。所以，儒家他讲，天不言，地不语。那么天地的大德，他时时刻刻的来教化众生，来化育众生，但是呢，众生呢不晓得这个道理啊。道在日常生活，可是呢，众生日用而不知啊。那所以呢，天不言，地不语，要透过圣人来讲。那圣人是谁呢？圣人就是名师。那名师教导我们，名师他也有肉体的限制，他也有时空的限制，所以不得不呢，他透过这些弟子来传道，来传法。所以我们是名师的代表，我们是小技工啊，我们要把这种名师的教法把它弘扬到大街小巷去。那所以呢，天不言，地不语，要透过圣人，透过圣人之徒来教化。那我们是圣人之徒，我们自认为呢有使命要来教化这些众生，所以呢，我们自己呢要把自己修好。哦，老师的给我们的标准是最起码我们要做到君子。哦，儒家中的君子，他才是一个教化众生的一个基础。光光达到这个善人啊还不够，可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听到善人是很多，听到被称为君子的却很少。哦，不要再说在社会上，在道场上啊，我们听到这个人被称为君子的，被形容是君子的，这个就非常少。所以呢，我们更要戒慎恐惧，要来好好修行，让自己觉悟啊，好好的这个儒教修行的供养。哦，用清净心，用平等心，觉悟的心，真诚慈悲的心来布施啊。哦，布施才是法师无畏施，来供养这些众生，让这些众生呢得到名师的教法。哦，让他们跟自己一样觉悟到这种名师的可贵，名师的不可思议。哦，所以题目不能认错。哦，认错题目啊枉用功夫啊。所以为什么悲哀老人他讲鼎炉千拱是虚言，抽砍田里枉用功夫啊。哦，这个道家不是在讲鼎炉千鼎吗？
不是搬运周天吗？哦，练气还虚吗？他说这个都是错用功夫。哦，自从呢有一个人，他写这个参同契，伯养写这个参同契，就开始有这些鼎炉千鼎，哦，练气还虚等等的这些功法出来。那么他说呢，这个伯养有没有人给他拜呢？到现在有没有给他立庙呢？没有一个人给他立庙，没有一个人给他拜。那所以这个要看清楚啊，在修行路上啊，只有正知正见哦，所以只有呢正命正法，只有呢这个明示的意志才是我们归循的这个重点。那明师所教的也是教我们从人道做起，哦，人道做起，把这个人心啊扶正了，社会就正了；把这个三纲五常导正了，这个恐怖分子思想就没有了，整个世界呢也就和平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些超气入理的事情呢，我们只讲这些超出这个世间的事情呢，对众生而言呢，实在讲非常的遥远。哦，佛家的更是说啊，就不要管世间事了，哦，直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哦，这个是净土宗的说法。但是呢，这个世间呢这么样乱，大家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来把它导正呢？哦，只有真正的修行人，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这样的修行人。那现在的修行人就是儒家的修行人，儒家管是世间的事情，好好的把人世间的事情做好，你就成佛做主了。这个就是老师教给我们，我们只要好好的遵照老师的做法，我们也是这个圣贤的品位啊。而至于以后的事情，以后的人管，我们不管，我们不要管太多。所以老先生教我们呢，一人办一段，我们把我们这一段办好，其他的事情自然有以后的这个人呢，会来处理。哦，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众师尊我要强调的这些理念啊。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谢谢。好，讲到。